它那一块板子啊，有五个固定点在它四周围。不是有个槽子，我刚好有一个 CNC 的零件，有没有？它是固定住左右两个侧板，然后在中间那个位置又刚好凸出来，可以去锁那一块板子，刚好绕一圈。是左右两侧，左右两侧去放的，然后对。这个是也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子，你给它粘在板子上，然后板子就放上去，然后锁好，这样的这是一种方法。那另外一种就是。